这个是大学实习情况汇报表，请大家认真对待。实习单位呢会要求你们填写自己的实习鉴定。这个表呢是对你们大学四年学习生活的一个总结吧。填了这个表，就证明着你们即将步入社会，你们即将毕业了。蛮唏嘘的啊，一转眼四年的时间就过去了。 军训动员大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记得我当时跟大家说，我们班的原则是，有事儿可以来找我，没事儿不要找事儿，啊。现在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？你们毕业了，走上社会岗位了，有事儿没事儿都可以来找我。 我希望我能永远是你们的老师、朋友，甚至是可以信任的哥哥。好吧，想学校了，想回宿舍看看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大学漫漫四年，大家终于跑到了最后一棒，有人在自己理想的岗位找到了人生价值。 那小雨，你那个实习的事儿怎么样？啊，这么突然？那我马上过来啊。怎么了？我采访被提前2小时，时间要走了。啊，那我帮你打包回去啊。好。无印笔呢？嗯，别慌，别慌，你再找找。完了，我昨天把寝室充电忘拿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你先用我的，正好我今天不用。 那我先走了，上一次拳击踩雷，主编店对我爱答不理。这一次如果再出错，我可就回不了上海。加油，拜拜。我一会儿也得走了，我们今天约的总结会不知道开到几点钟。嗯，我下午得去湘北陪人拍照，可能得通宵。天哪！哎，你们一个个的，没听巴菲特说过吗？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个让你睡觉时都能赚钱的工作。 那你将一直工作到死，小雨，嗯，你到底打算去哪儿实习啊？嗯哼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哎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嘛，不要急。卡发你邮箱了。好，谢谢。 马上就到，黑子走了，又迟到了，回来给你们带奶茶。哦，灿烂，怎么样？老板娘，嗯，你说我能不能靠裙带关系喝一辈子免费奶茶呀？你可以喝一辈子奶茶呀，但其实我要卖一辈子奶茶。不是我听说过一句话哎。 加盟奶茶一时爽，哎，钱包掉进火葬场。谁跟你说本宫这家店是加盟店了？这可是我在淘宝千挑万选亲自买的配方原料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比加盟店至少省了50%。而且我调查过了，像这种奶茶店，选对位置，成本低，利润高，日进斗金。那你这店面设备也得不少钱的吧？我爸、我妈还有他都是我的股东。
你投多少钱？不多不多。咱俩好不容易从两个人小作坊做到现在五个人的小团队，你不会把咱俩钱都赔进去了吧？小心你的乌鸦嘴啊！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？行吧，就让我们小饭桌为樊老板一本万利的买卖添块砖。那还请樊老板给我们小饭桌外送一杯奶茶 please。 行吧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那我就打球去了啊，谢谢樊老板，拜拜。哎，等会儿拿这张传单去吧。好的，再见。小雨啊，你奶茶店就这么开业了，有什么打算吗？就正常一样。哥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费尽心思要把奶茶店开到这个位置吗？我对面是什么？酸辣粉。Bingo！ 我观察过这家店，这家店味道好，人气高，经常大排长龙。像这样炎热的夏天，一碗酸辣粉再配上一杯奶茶，才是最佳伴侣啊！凿壁借光，借光读书。怎么样？你女朋友我是不是冰雪聪明，天下无双？好了，来帮我忙。我需要干什么？走，去看小雨他今天生意怎么样啊？樊大老板，老板来了，帮忙。怎么样、啊、今天？你看，50呗。谁啊？这么好？哎呀，这很正常。我们公司老板也经常点咖啡，一年点几十杯。这家公司眼光真的不错，几乎每天都是50杯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家奶茶真材实料，味道正宗，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。大家加把劲啊，前方高能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饭点就要到了，加油加油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赔进去那些钱，我尽快还你。不着急，我又不怎么花钱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我们班的，还有我们宿舍那三只，都找到了好的工作，就我，干啥啥不成。你想太多了，厉害的人都是厚积薄发的。但是我也不想做什么厉害的人啊，我就想做个有钱的俗人，靠自己挣很多很多钱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累的话就去旅游，地图上随便一指，买张机票说走就走。没有签证你哪也去不了。好了，你会美梦成真的。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美梦成真啊？你看我大学这4年，卖过汉服，拍过广告，开过淘宝店，开奶茶店，一个都没有成功。我不也一样，一事无成。我们一起加油啊！但至少你一直在坚持一件事啊。我现在都还记得当初你和东东强两个人挤在宿舍的样子，你看现在你们都有3个员工，这也算是一种成功啊。小雨，其实我一直在想，要不你来跟我们一起吧，别一个人在外面闯荡了。虽然现在小饭桌的规模还小，但它一定是有前景的。我们也见了很多基金公司，对我们都很感兴趣。你要是能来发挥你的特长，一定能帮到小饭桌。我的特长是什么？美啊。美能当饭吃啊。行，既然我又一次创业失败了，现在也是无业游民一枚，那就让我去小饭桌发光发热吧。哎，
宇，你在啊？啊。在干嘛？亲啊，这哪费了横财啊？需要发钱吗？我，会不会是搞错了呀？没错，我取了现金，帮大家提提气，顺便呢，得帮我们宿舍转转运。你中彩票了？怪不得我看西街那家彩票店挂横幅了。我也看到2000万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打住啊！我要是真的中奖了，我还坐这儿干嘛呀？我呢，把店转出去了。啊？关门大吉了。小雨。没事，大姐，我已经算过了，所以钱你们好好收着，总不能让你们前些日子白帮我吧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你们劳动所得。中国好老板啊，遣散费都给这么多，我打了4年的工都不知道自己的劳动力值这么多钱。哎，那你是不是亏了很多啊？亏，但亏的最多的还是股东，所以只能用我再次创业的辉煌来报答他们。再创业，介绍一下小饭桌新晋 CFO， 请多指教。小饭桌第一次股东大会现在开始。大周末的，能不能让人休息两天？咱周一再开会啊。不行，我们现在都是创业狗了，你还想有周末？创业狗也是人呐。师兄，虽然我觉得坚持可贵，但是你俩都创业5年了，进展甚微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有问题啊。所以我觉得要追根溯源，从根上解决问题。请问两位老总，我们企业文化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我知道。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没有企业文化就是我们的文化。那是以前，哥哥，你既然把这份工作交给我，我就要对你负责。作为小饭桌新晋 CFO， 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我们企业注入新的生命。那请问我们美丽的 CFO， 我们的企业文化你有什么高见呢？你看，我们小饭桌作为交友软件，那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为单身男女谋福利。哎，稍等，你们先聊。哎，妹妹，还会啊？你等会儿。哥哥，你看他工作作风是不是需要整改？是要改改，不准偷看啊！一大早把我支出去，神神秘秘的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等下就知道了嘛！停，3、2、1，哒啦！怎么样？以后呢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创业孵化器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商住分离，客厅呢就用来办公，私人物品我全部都放到卧室去了。对了。你的那个陌生器我帮你贴到你的卧室墙上了，办公场合还是要办公场合的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小雨，辛苦你了。时间紧我尽力了，以后我慢慢弄。这个鱼缸挺贵的吧？租的，不贵。是很漂亮，这叫遇水则发，开门做生意没有水怎么行，对吧？鱼缸对着门，你有什么意思吗？刚门。嘘，哥哥，这叫开门见财。雷子，快来看看，以后这里就是研发科技、创造财富的地方。嗯，行。走吧。我泡面呢？哦，我给你放柜子去了。哦，还有你的火腿肠，我给你扔了啊。我的 CFO， 谁让你碰我东西的？还没经过我同意。你那个都过期好几个月了，你要留着过年啊？不允许私人物品挤占办公区域。对，一会儿加一条。哎呀，上班下班打卡，迟到早退扣钱也就算了，每天还都得洗澡，上班还不能穿拖鞋，上完厕所还得把盖儿盖上。你比宿舍大妈管的都多，你知道吗？肘子你也不能管管他。管什么管？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你把那火腿肠吃了，万一生病，万一出问题怎么办？雷子，这个火腿肠过期了，是该扔了。你还是不是我兄弟？哎，你要搞拉帮结派、情感绑架，
公司有的规章制度，从上到下人人都要遵守，不论谁。是。就这。就这张纸。就这几个字儿。把我们几个程序员小兄弟管得跟孙子一样。他们但凡要是能坚持超过一周，我都跟你姓，对不对兄弟们？松。哎呦，樊老板请大家吃海鲜早餐了。哎，谢谢，快快快，放桌上就行。小雨。自己动手啊。樊老板可以啊。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吗？过来给我让。谢谢。你去我给你家。啊好。哎，小琪。哎，上完厕所把马桶盖给我换下来啊。好嘞。有海鲜吃什么海鲜泡面？那。背顺一点。同志们，快快快，把这个换上。是啥呀？不是要见投资人吗？队服啊！哎，这可是我特意花了一顿饭的钱找设计系统去设计的，是很酷。哎，行行，哎，等等会儿，聚个气。我们是周东鱼，我们要拿下王总，加油！这一次我们不仅对。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趣味升级，而且还用科学的方法对 APP 的架构进行了改造，真巧。趣味性交互。刘秘书，哎，你好。你们好，哎，来坐。坐坐坐坐坐。刘秘书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新进的 CFO 樊小雨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段时间呢？无论是我们的团队力量还是产品升级，我们都有特别大的进步。你们的小饭桌王总已经看过了，他现在在开会暂时不过来，他让我转达你们，你们这次的产品升级还是没有达到他的预期，希望你们进一步的修改。最重要是差异化，怎么让他在同类产品中突围而出。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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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什么，我们在这等一会儿王总，我们最好见面跟他聊一下我们这次突围的修改思路。今天是够呛了，他开完会以后直接去机场了，下次再约吧。啊，好。晚上细节喝点。别喝了，先回去开会吧。哎，麻雀。睡觉。先开个会吧。你又不让吃饭，你又不让睡觉，没有力气开会。你们吃过了吗？还没。哥，我去帮他买点吃的。我陪你一块去。啊，不用了，你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就好。完了，我先回来了。哦，好。好，就这样。张老师。哎。韩老，还没下班啊？我白天一直没见着你。那你的书还给你，谢谢你借我这些书，很有用。你给我标的这些章节也很有价值。哎，你们麦老师还没跟你说吗？麦老师？对呀，这些书都是他托我给你的。你说这老麦还真是用心良苦啊。韩老，这书啊，还是你还给他吧。
我回来啦。他们人呢？雷子还在睡，我看他们三个都累趴下了，就让他们先回去了。哦，那你也歇一会儿呗，吃点菠菜补充能量。我现在还不饿。你不会觉得无聊吗？什么无聊？你每天的生活啊，除了练书法、打太极，就是在这里敲键盘，连跟人家谈恋爱的时间都可丁可卯。你昨天去到底在哪里啊？把它做完美啊，看着自己的想法一点一点的实现，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然后有人因为使用它得到帮助，得到快乐，自己也会跟着快乐。但是我不忍心看你这样，每天累死累活的。要有耐心，我觉得我们只差一口气了。等我们走上正轨，我就陪你去追寻你的乐趣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算是真的体验了一把创业狗的艰辛了。哎，黄福，奶茶是你买的？小雨，不能因为你不开奶茶店了，也不让我们喝奶茶。没事，你喝吧。不过，这家店就在我家店旁边，就是他抢了我所有的生意。啊，那黄富你别喝了。算了，其实我也喝过，为了做秘密调查。但是说真的，他们家的味道啊，还有配料啊，真的不如我们家。但是他们家营销真的太厉害了，不要说每天有人排长队了，所有的网红排名前三都有他们家，比不过呀。刷的吧。除去人员工资、开发费用、维护费用、硬件升级、工商税务、日常运营的花销，我们剩下的钱撑不过两个月了。王老板太磨叽了，我得想办法再找两个投资人。重新再来一次？我觉得吧，与其这样，我们不如孤注一掷，把钱全部投在营销推广上面，把数据做上去，效果会立竿见影的。营销推广太烧钱了，我们这点钱扔出去根本砸不出水花。我调查过了，像我们这种小的开发团队，最有效且省钱的推广方式就是刷榜。我以为什么高招呢？刷榜早在业内成了常态了。根据我的调查，现在国内分类前三十大部分都是刷榜刷上去的。哎呀，我们又不老刷，好钢使在刀刃上，在投资人犹豫期的关键时刻用一回，事半功倍。我反对啊！要是能这么干，我早就这么干了。那我们为什么不早这么干？小雨，你现在还不太了解这个行业，就是最基础的，你连代码是什么你都不知道的吧？但是我有失败案例啊。我当初开奶茶店就是因为没有刷好评，所以被其他店分分钟就 PK 下去了。像我们这种小公司，预算少，活得要多难有多难，只能在好评、排名、下载量上下功夫。市场就是这么残酷，你不与时俱进，你就等着被淘汰。我同意雷子。为什么？我们不刷榜，而且别人都这么做，
不代表这么做是对的。刷榜带来的风险太大，我宁愿虽败犹荣，也不想胜之不武。做题才看对错，做生意讲究的是利弊，虽然是有风险，但是高风险才有高效率高回报呀。我们不求快速的回报，我愿意缓慢生长。对，我们愿意。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是生长缓慢，是生死存亡。好，那你们慢慢找吧，我走了。你不追追他？先缓缓吧。十跟五十差这么多吗？嗯，我了解。好，行，那就给我 top 五十吧。但说好了，尾款要达到预期效果以后我才能付。嗯，好，那你把账号发给我吧，我把钱打过去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怎么了你？哦，没事。哎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是典型的反复期，对自己狠点。我也真是搞不懂了。小雨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每一段结束的感情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好地认清未来的方向，不是让你反反复复地回头看。老老，你还差一个仪式。什么仪式啊？埋葬仪式。先放眼里用啊！哎，你把围裙给我吧。你去帮我找个盘子吧。哦。好啦，鱼好啦。来吧，一起吃点。哦，我不吃了。我这次过来呢，就是还书的。上次的选题多亏了这些书，还有你给我折的章节，也很有帮助。还有这些钱，妈，这是欠你的钱，借好久了，早该还。我不着急的。我一直欠着，心里也不舒服。麦老师，以后煎鱼还是要记得先放盐，还有做粥的时候呢，可以加一点粗粮，汤的话加个西红柿提鲜。嗨，这是干嘛呀？又不是以后不见面了。你不是还没毕业吗？我们报社有一个在北京站驻站的机会，我申请了。如果成功了的话，我可能就要提前毕业去北京了。嗯，北京挺好的，机会多嘛。你也有能力去北京闯一闯。
就像我上次说的，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。嗯，长远一点。我记得。真的不吃点儿？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我送你吧。不用。麦老师，再见。那场时光好慢，慢到两个人没能察觉心酸，曾一无所有，只有你慷慨的温柔，终究热情消散，把痛和美满摆进天平两端，我们最后终究是拥有。哎，刘秘书，啊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准备，啊，我们时间都行的，您碰王总时间就 OK 了。哎，王总，对对对，我们一直在努力，不敢放弃。好，多少？200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，没问题。好嘞，好嘞，拜拜，拜拜，王总。200，200，王总让我跟他们见面仔细聊。200，不是，你先看看这个，涨了。你们先去我屋待会儿。你在哪？免提。哎，宿舍，哥哥，你是不是看到最近数据了？你干什么了，范小雨？我刷榜了。用公司的钱是吗？我算过一笔账了，我们小饭桌现在单日的曝光量已经超过了之前的总和。按照这个势头，这个月继续投入的话，维持高曝光度，我们小饭桌下个月就可以出圈。你还想砸钱？你疯了你！你还用我们发工资的钱来砸？你想干什么？想让公司倒闭啊，范小雨？小雨。你没有和我们商量过，就擅自用公司的钱本身就是不对，用来刷榜就更不应该了。但现在结果不是很好吗？数据顶上去了，下载量也增加了，这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吗？不是，小雨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们追求的不是单一的结果，很多事情的价值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你觉得我做的一切事情都简单吗？我为了小饭桌托了多少关系，求了多少人。对，我是用了公司的钱，但是我也搭进了我所有的积蓄啊。你想用你的钱是你的事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难道我的钱就……行了。我们先冷静一下，见面再说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跟你哥哥吵架了？我没有。哎，对了，最近小饭桌怎么样？好的不得了，用户暴涨。真的假的？嗯，看看啊。嗯，我小饭桌打不开。嗯，你是没更新啊？不会啊。哎，我这打不开。我看我的。我这怎么也打不开啊？不可能吧？真打不开啊！小高，
再见。小高他辞职了。是因为下家的关系吗？我们提出申诉啊，其他都这样操作，凭什么只下架我们啊？我们如果现在提出申诉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了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申诉，说下架就下架，太不尊重我们劳动成果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别打了，我们早试过了。小雨，你自己违规在先，你还有脸投诉是吗？那要不然我们重新包装改头换面，我们不是还有王总的200万吗？王总撤资了。什么？你特意外是吗？啊，产品都下架了，还有哪个傻子肯投钱？我问问你啊。话也不是这么说，毕竟王总的意愿是建立在虚高的数据之上，反悔也是意料之中。你们两个先回家，这两天你们先不用过来了，后续的安排再跟你们说。都是我，是我太无端，太急功近利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对不起管屁用啊，杨宇，对不起管屁用啊！你在外面愿意怎么做怎么做，你别来祸我们俩行不行？这些年，我跟范金州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，受了多少委屈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俩毁了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。我把话放这儿。无论小饭桌后面怎么样，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雷子，活了22年，这好像是我人生中第一句对不起，可他听起来却那么的无力。原来很多事情不是痛哭就可以挽回，不是低头就可以被理解，不是说了对不起就会被原谅的。樊小雨，你曾经的骄傲全是空穴来风，你曾经的自尊心都是虚假的招摇，你看起来的潇洒是最没出息的伪装，你穿皇帝的新衣却比谁都寒酸，你拼命证明的那些光鲜却丑陋的一败涂地，你最可恶的是你伤害了别人却不知道该如何补救。姐妹们，一会儿去吃啥呀？我那天看，人呢？我们很贵，但对你免费。
雏鸟也敢做孔雀，任青春过些时间不回头的向前，将我疯狂誓言一一兑现，做个异类对抗整个世界，歌颂把放肆流泪那天当作最初起源，纠结都还给明天，在心内枯萎之前打破所有预言，回到闪电围着青空加冕，雏鸟也敢做孔雀，任青春过些时间不回头的向前，将我疯狂誓言一一兑现，做个异类拯救这个世界，独自歌颂。